来看我。上学期因为疫情的原因，学校里的很多活动都没有开展，所以这学期开学，现在是全凭咖啡给我吊着一口仙气，我才能在这里拍这支视频。那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最最最朴实的帆布鞋和小白鞋的日常穿搭，因为这类鞋子实在是太朴实了，基本人手一双，所以我想这支视频会非常实用。我考虑到好看、耐用、好穿等等角度，所以我在选品的时候特地选择了蕉下的这双秋冬帆布鞋。我手上拿的这双是米白色的，但它不是那种纯白，是现在很流行的燕麦色，它就很耐脏。以前我只知道他们家有防晒伞，没有想到这双鞋会那么好穿。首先是它的增高超级显腿长，整整增高了3.5厘米。我本来就有176，这么一穿都快180，而且这双鞋是我穿过最轻的帆布鞋，就算是增高，重量也轻到飞起来。鞋跟这里有泡沫棉，根本不怕磨脚，整个鞋子非常有弹性，内部这个鞋垫就是踩的感觉，你们懂吧？整个鞋面还有透气抑菌的处理，我偶尔会出脚汗，但它穿起来完全不闷脚，里面还有一层细细的绒，穿起来暖得刚刚好。最猛的一点就是防泼溅，下雨下雪都可以放心出去玩。还在等什么？请相信我，如果你打算入一双帆布鞋，这双鞋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国货之光。那同时我还入了一双高帮的，各种搭配游刃有余。那当然，如果你还没有入手这双鞋子，那也请你把这支视频看完，我尽我所能展现出日常休闲的穿搭特点，各种风格都会有一些，希望能给你们的日常穿搭带来一些灵感。那么我们下面就开始吧。这期视频就是这样，如果能给到你哪怕一丢丢灵感，那么我做这期视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谢谢你们收看，我们下支视频见。差点忘记说，我换新相机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这支视频用的是索尼的 ZV-E 新的 Vlog 相机，我争取在下一支视频里给到大家它和我前几支 Vlog 相机的对比测评。对，毛毛有点乱，帮你捋一捋。好了。